ものすごくユーモアのある人で、ものすごく音楽の才能にも長けてるし、本当にアガーという青年がそのままこうして現れたっていう感じのイメージでしたね。对，他就下来嘛。那其实我在之前当然会很期待啊，就是想说，那我们的女主角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又是一个日本人这样，对啊。然后看到她，哎，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彼の演じるアガーと私が演じるトモコという役は本当に重要なキーパーソンであるので、そこら辺もちゃんと心から作っ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たので、彼が歌を聴かせて私が本当に心から感動したら手をつないでって言われたんですね。全然最初はその気持ちがなかなかこう、私もすごい時間かかったので、あの時は多分大変だったと思います我会啊，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还不熟吧，也还好，没有生气了，对啊，也有可能是，你知道，可能唱的不是很有感情啊，所以没办法感动对方，所以也不会生气。改变可以说非常的多啦，也因为这个电影的卖座，有更多的人认识翻译成，不管是在台湾、香港还是大陆，甚至现在的在日本上映。那也有更多的人听到我在电影里面创作的音乐，还有我自己之前所发行的一些音乐，孩子七号就是让我重新又被大家注意到，对啊，所以算是我的一个演艺生涯的转捩点在这个时间点上片，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夏天感觉的一个电影。那在冬天的时候来看这个电影，我觉得感觉会更加的温暖。改革7号は音楽、あと夢、そしてラブストーリーという本当に国境を越えてこう人が普遍に持っている、そんなテーマがこう映画の中に本当にたくさん書かれています。希望大家支持《海角七号》。